黑梅、甲法国式的牛肉汤，番社爱丽酒店，要西式的咸派，到台湾的咸梅卤肉，拢真受欢迎。才开业无偌久的 JR 东日本大饭店，推出九种现做的两料理，分别有无同款的支持者，若无特色，就无法度吸到人客。饭店的大车饼，就为早顿开始，也是不得。第一条无，大家来上课。头头有讲到饭店的早顿嘛，开始提供一寡台湾味。即卖人吼是真无闲，常常去地边商店买咖啡、买胖来做早顿。也是台中人有家己在地早顿哦。继续个时间，交予台中教育大学台基文学副教授何信涵阿信老师请讲。